丁总监，没事吧？丁总监，手咋了？对不起啊，丁总监，没事吧？小儿，我真是我。丁总监，您的快递。行啊，你们，我要报警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们一个个的，谁也别想跑。尤其是你，谁要报警啊？警察同志，您来的正好，他无缘无故打我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警察同志，